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二者出生直观大智通轮，能消解一切的烦恼故；三者善巧回向大智通轮，能成就一切善根故；四者出生离垢痴别庄严大智通轮，令过去所化一切众生善清净，成就如来无漏善根蒂固，如来入世成等正教法性入世，无生无作而得成就佛子，是为如来应正等教出现第一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之。如此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将欲成时，大云降雨，名曰红云。一切方处所不能收，所不能持，未出大千劫。将欲成时，佛子，如来应正等教已复入时，行大法云，于大法语，令成就如来出现一切二乘心之狭裂所不能收，所不能持，未出诸大菩萨心相续力，佛子，是为如来应正等教出现第二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时。复次，佛子，譬如众生一夜里过大云降雨，来无所从，去无所知，如来应正等教已复入世，以助菩萨善根立故，行大法云，于大法语，已无所从来，无所智取。佛子，是为如来应正等教出现第三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之。第二种的大智慧的风轮，这是出生直观的智慧啊，直一切往，观一切真正的大智慧风轮，能消解一切的烦恼故。这种的大智慧风轮能啊消灭众生的烦恼啊，干了众生这种爱与和啊。
三者善巧回向大智彭伦。第三种的叫善巧，就是去善巧方便来回小向大，这种大智慧的彭伦能成就一切善根故，能成就所有的众生的善根。四者出生离垢痴别庄严大智彭伦，出生一切不同的能离垢，离开一切的尘垢，有庄严大智慧的这种风闻，令过去所化的一切众生善根得到清净，成就如来呢无漏的善根力故，得到这个无漏。这个无漏就是没有欲念了，有一分的欲念就是有漏，没有欲念了这就是无漏。无漏的善根力故就是能真正断烦恼去这个欲念了，贪嗔痴没有了。如来如是成等正觉佛就这样子，像前面所说这个他成佛的法性入世，这种大自然的法是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无生无作而得成就，也没有一个生者，也没有个造作者所以说不是上帝造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也不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佛经上说的清清楚楚的而得成就这个佛出现于世，佛子是为如来成佛出现第一相，第一的这个出现于世的这个相。菩萨摩诃萨也应入世之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应像这样知道这佛是怎么样出现于世的。佛次再来说他一遍佛子，各位佛的弟子，又好像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似的将欲成实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将要成的时候，这个大千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在这将要成的时候，大云降雨，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云降一种大雨，这个雨名曰红柱，叫红柱就是下的太大了，这个雨太大了，红者大雨下，这个雨非常之大，一切方处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受，不能承受这个力量所不能吃也不能受得了这个雨的这种大法，唯除大千世界将欲成实，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将要成就的时候，这种雨它能受得了。佛子，各位佛的弟子如来应正等了成佛，一夫入世也是这样的，听大法云是于大法语明成就如来出现一切二乘心智明出现如来，如来出现这个是，那么一切二乘人就声闻缘觉心智狭劣，他们的心呢心狭性窄没有大的智慧没有大的志愿所不能受，他们受不了所不能持，他们也不能修这种的大法，唯除诸大菩萨心相续力，可是一切大菩萨他们这种的
啊，修六度万行的善根深厚了，所以呀、啊，他懂得这个啊，有这种相续不间断的这个力量来修行。佛子，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知道吗？这个就是啊，佛成佛之后出现的第二的这个相啊，这种事相，菩萨摩诃萨呀，应入是知。再说一次，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譬如众生一业力故，都是因为啊，他业风所造成的啊，大云降雨。来无所从，这个大云降雨啊，那个云也没有，是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去无所至，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如来应证等了成佛呀、啊，一复入世也是这样的，一度菩萨善根，以这个大菩萨的这个善根呐、啊，立故兴大法云，于大法语，啊。有所从来啊，无所至去啊。那么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这个就是啊，佛成佛了，出现于世的第三种的事相。夫是佛子，譬如啊，大云向诸大云，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无能知书绕于算计使令发狂，为大千世界主摩悉首罗，以过去所修善根力故，乃至一地无不明。如来应证等觉，于俗入世，兴大法云，于大法语，一切众生声闻独角所不能知，让欲思量心地复狂澜，为除一切世间主，菩萨摩诃萨以过去所修教诲力故，乃至一文一句入众生心，无不明了。佛子，是为如来应证等觉出现第四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之，咱们这个第三相，所有的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也是应该呀这样的明了之道。那么再说他一遍，再说第四相，佛子，譬如啊，大云降住啊，这个大雨。在这个大千世界呀、啊，一切众生无能知书，没有人能知道啊，这个雨点呢下的多少？要以算计呀、啊，啊，假设你要想算一算这个数目下多少点这个雨的话，啊，徒令发狂啊。事事使这个人呢会发狂，就是电脑啊也算不出来这个数目啊，也会发狂，这个电脑也会发狂啊。为大千世界主，唯独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主啊，这个摩悉首罗天王，以过去所修的善根的力量的缘故，乃至一滴无不明了啊，他能算出来呀，也不多一滴也不少一滴，那么一滴也不差，他都知道。佛子，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
如来应当等脚啊成佛以复入世，也是这样的。像那个在三千大千世界啊下那个雨点，没有人能算得出，只有摩西手托天王能算得出。佛呢也是这样子啊，星大法云呢、啊、雨大法雨，一切众生呢和这个声闻独角说不能知，他们都不知道啊。绕一思量啊，他们要是想知道啊这个佛怎么样的出现一世成佛的话啊，所说法教化众生这种的问题呀 啊心必发狂啊，他们心里呀 啊也会发狂的，因为不知道。唯除一切世间主，唯除啊这个世间的这个主啊，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以过去所修的智慧呀、啊、皎观的这种力量啊，乃至啊一文啊，这个佛所说的这一个文啊一个字一句入众生心啊，怎么样能啊令众生明了这个佛法，无不明了，那菩萨都知道。佛子，这个就是啊佛成佛的出现第四种的事项，所有各位啊，咱们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都应该啊像这样子啊，那么清清楚楚详详细细的明白。佛子，佛子，平若大云降雨之时，有大云雨名为能灭，能灭火灾，有大云雨名为能起，能起大水，有大云雨名为能止大水，有大云雨名为能成，能成一切摩尼佛宝，有大云雨名为分别，分别三千大千世界。佛子，如来出现一处入时，星大法云雨大法雨，有大法雨名为能灭，能灭一切众生烦恼。前边的意思还没有说完，所以啊就再把它说一次，所以叫佛次。佛子，以前菩萨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譬如大云，我现在举出一个譬喻，譬喻啊空中有一块大云，降雨之时啊，降落啊这个大雨的时候，有大云雨，假设有这个大云雨，它的名字叫能灭。能灭什么呢？能灭火灾，能灭世间所有一切的火灾。又有大云雨名为呀能起，能起大水，能生出来很多的水。又有大云雨名为能止，能止大水，这一切的水呀就可以呀不增加了。又有大云雨名为呀能成，能成啊一切摩尼的珠宝。又有大云雨啊，它的名字叫啊能分别，
能分别三千大千世界的这种境界，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如来出现以复入世，佛出现于世啊，也是这样子。兴大法云呐、啊，兴起来呀、啊，这个大的法云，雨大法雨，下这个雨也是最大的，可是是法雨。由大法雨，名为能念，由于一种大的法雨，也叫能念。能灭什么呢？能灭一切众生的烦恼。众生的烦恼啊，是最大的麻烦。那么这种大法云呢，能把这个烦恼灭了。怎么样灭这个烦恼呢？我们人要明白佛法了，烦恼无尽誓愿断，把它断了，就啊没有烦恼了。那么在金山寺啊和金轮寺和这个如来寺，将来会在金龙寺，这所有各处啊这个庙都要选出来个住持来。这住持啊要大家认为这个人都可以的，大家来拥护这个人，就愿意啊护持这个人来做住持。咱们这要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以什么为标准呢来选这个住持？选住持首先就要选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这个人没有脾气的啊，对人人呢都有人缘啊，不用这个势力压迫任何人，是最讲民主的。所以啊所选出来这个人，如果他很大脾气，人人都受不了他这个脾气，那就啊对佛教就没有啊帮助。你不要小我这个脾气啊，这是啊与生俱来的，没有办法。我也愿意没有脾气，但是啊有的时候他说这个有脾气啊的时候，有一点脾气可以叫人呢有一点狡兀的心。所以啊不要小我这个样子。在这个国家将来做人的榜样，做人的领袖的人都要没有脾气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都要少一点。那么这谁能没有脾气，谁就有机会啊将来被选做住持。有脾气的人呢是希望很少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有烦恼啊，就容易把这个佛法也都啊烧得没有了。烦恼是属于火的，这就是火灾啊。前面那个不是有大云雨啊，名为能灭，能灭火灾啊，就是能灭这个烦恼。所以我今天对你们说的话很重要的，我们将来选做住持，能做住持的人必须要和人人都有人缘，谁也不讨厌这个人啊。无论男界的女界的优婆塞优婆夷啊，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不错啊，这个人很有道心很有修行，那么这才可以。由大法语名为能起，能起一切众生善根。由大法语名为能止，能止一切众生见悔。由大法语名为能成，能成一切智慧法宝。
有大法语名为分别，分别一切众生心乐。佛子是为如来应当等讲出现第五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之。复此，佛子譬如大云与一味水，虽其所与无量区别，如来出现于浮入时，于大悲一味法水，虽以说法无量区别。佛子，是为如来应正等假出现第六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之。复次，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始成时，先成色界诸天宫殿，次成欲界诸天宫殿，次成于人及于众生诸所住处。佛子，如来出现于浮入世，先起菩萨诸恒智慧，次起圆觉诸恒智慧，次起声闻善根诸恒智慧，次起其余众生有为善根诸恒智慧。佛子，譬如大云与一味水，虽诸众生善根一故，所起宫殿种种不同。如来大悲一味法语，虽众生气而有区别。佛子，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七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之。又有大法语名字叫做能起，能起一切众生的这个善根。没有善根就生善根，有善根就增长善根。能增长善根，令这个善根成熟，善根成熟的令他得到解脱。又有大法语名为能止，能停止，能止什么？能止一切众生的见毁。俺们人呢，每一个人都回光返照，想一想，什么叫见毁？这个见毁呀，就是对境起贪爱。什么叫思毁？思毁就是迷离起分别，叫思毁。对境起贪爱就叫见毁。俺们看见啥，眼睛看见没啥，就着注到没啥上了。总要用这个眼睛啊，你看啊，男人看看女人，女人又看看男人，都是用这个眼睛来看。这个眼睛要没有见的时候，就不想这个，一见着了，这比什么都快，比那个电都快啊，饥渴呀，就回来，这个眼睛就告诉了你自己这个心了，说哎，你看呢，那么好看啊，那么美丽，这就告诉了，很快很快的，这就生出悔来了。就生出贪来了，生出贪就有爱了，这样对境起贪爱，对这个境界，就生出一种贪心，生出一种爱心，就生出一种欲念了，这是见悔。思悔呢，是把这个境过了，清闲了，但是啊，在你自己这个
心里头啊这个念虑还没有断啊，就想啊，兴上欧水，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对这个理论呢就不清楚了，不清楚啊就用这无明去做事，叫这无明来当家了啊，这无明啊指你向东跑也不合理，指你向西跑也不合理了，这就迷了，迷了这个理论呢生出一种分别心，这就是思慧。那么这个止呢就能止众生的这个见慧，停止了。又有大法语啊，名字叫能成，能成一切智慧，一切众生的智慧法宝，这种法宝。又有大圆语，名字叫分别，分别一切众生的心乐，众生心里欢喜。佛子，这个就是佛成佛了之后出现的于世的第五种的事项。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应该啊清清楚楚的知道，像这样的。又再说一次，你们各位佛子注意听一听，譬如大云，一渭水，就是下一渭水，随其所雨，随它所下的雨啊，无量池别啊，不知有多少啊，那么多的分别，如来出现以夫入世也是这样的，于大悲啊啊，生出一种大悲心，一味法水，这一味啊是一种法水，随一说法，随众生心而说一切的法门，无量池别，无量那么多的不同。佛子啊，你们各位佛的弟子，是为啊啊如来应证等角出现第六种的事项，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应该是这样知道。再说一次啊，你们各位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啊，初始成事，刚刚要成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先成色界的诸天啊，色界界一切诸天的宫殿，次成呢欲界的诸天的宫殿，四层呢于人间的国王的宫殿，基于众生和其他的众生诸所住处，一切所住的住处。佛子，各位佛的弟子，如来出现以夫入世啊也是这样子，掀起啊菩萨诸横的智慧，先呢叫人修菩萨诸横的智慧，四起呀、啊、圆角诸横的智慧，四起呀、啊、声闻善根诸横的智慧，四起起于啊众生啊啊有微善根的诸横的智慧。佛子，各位佛弟子，譬如大云一味水，随众生的善根的不同所起的宫殿，所起的这种宫殿种种不同，也是不一样。如来大悲一味法语啊，随众生气，随众生的器皿而有啊识别不同的啊。佛的弟子，这是啊如来应证等角出现第七种的事项啊，所有菩萨中的大菩萨应该像这样清清楚楚的知道。佛子，譬如世界出于城市，有大水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
圣诞莲花明如来出现，功德宝庄严，遍覆水上，光照四方一切世界，是摩西首罗净居天等，就是花仪即决定之，于此皆中有儿所佛初心，于是佛子二世俱中有风轮起，名善定光明，能称三界诸天宫殿。有风轮起，名净光庄严，能称欲界诸天宫殿。有风轮起，名坚密无能坏，能成大小诸轮回山。即金刚山有风轮起，名圣高，能成须弥山王。有风轮起，名不动，能成十大山王。何等为十？则为雀陀罗山、仙人山、伏魔山、大伏魔山，持双山、弥敏陀罗山、目真林陀山、摩诃目真林陀山、香山、雪山。有风轮起，名为安住，能成大地。有风轮起，名为庄严，能成地天宫殿、龙宫殿、天塔婆宫殿。有风轮起，名无尽藏，能成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有风轮起，名普光明藏，能成三千大千世界诸摩尼宝。这个风轮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的名词，叫地心吸力。啊，这个地心吸力呀，是我们人呢只看见这个地，以为这个的吸力是从地心里生出来的，其实这都是从风轮那儿啊，化出来的，不是叫什么地心吸力。佛子啊，再说他一遍。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譬如世界初遇成时，这个世界啊刚刚成住坏空，刚刚要成的时候，有大水一声，生出一种大水来。这种大水呢，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啊，甚至于尽虚空遍法界，都是这个水。这个水呀、啊，上淹到三十三天去，啊，下到这个无间地狱，都是被这个水给淹了。生大莲花呀，在这个水里啊，生出一坨大宝莲花。这个宝莲花呀、啊、的名字呢，就叫佛出现的莲花，功德宝庄严，嗯，是啊。佛的功德宝所庄严，遍覆水上，在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水上边呢，啊，遮满了，光照十方一切的世界，
在这个时候啊，摩西守勒天王和这个净基天的天王的见识华语啊，见到这个花了之后，既决定之啊，就一定知道了。他们因为经验过，所以啊，他一定知道了，知道这是啊，世界刚刚要成。啊，于此劫中啊，在这个劫中，有尔所佛出现于世啊，有这么多的佛呀、啊，要出现于世，要到世界上来。佛子，我们各位佛的弟子啊，儿时其中啊，在这个时候，在大宝莲花，在这个水里头啊，又有一种风轮生出来。这个风轮呢，名字就叫善净光明风轮，能成色界诸天宫殿的，能啊成就这个色界天的。是诸天的宫殿，又有风轮起，名啊净光庄严的风轮，它能成欲界诸天的宫殿，能成啊这个欲界天的六欲诸天的那宫殿，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又有风轮起，名啊坚密。无能坏啊，它最坚固最稠密，没有能破坏的，能成大小诸轮为山，能成这个大的轮为山，小轮为山，就是铁为山，也叫以金刚山和这个金刚山，又有风轮起呀、啊、名这个圣高山，名圣高这个风轮圣高峰，能成须弥山王，能成就这个峰轮呢，能奢持这须弥山王，又有峰轮起，名啊叫不动，叫不动峰轮啊，风都是动的，但是这个峰轮它不动的啊，也就是真空的峰轮，能成十大山王啊，能成就啊十大山王，这十大山王前面已经讲过了，何等为十呢？什么叫十种啊大山王呢？就是所说的雀陀罗山、仙人山、伏魔山、大伏魔山、狮双山啊、尼明托拉山啊、木真林陀山、摩诃木真林陀山、江山、雪山等等，这个十大山王，又有风轮起，因为啊，安住风轮，能成了大地，能啊，成就大地一切的地球，有风轮起，因为庄严，能成了地天宫殿。地上的和天上的宫殿啊，这个龙王的宫殿、天塔婆王的宫殿，又有风轮起，名字叫无尽藏啊，能成啊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大海，又有风轮起，名字叫啊普光明藏，能成三千大千世界啊，诸摩尼宝啊，一切一切的摩尼的宝。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显法师说他看在书上写的人会打坐，观察旁人，帮助他们，要给他们多一点气力。他的问题是他要是在那坐就想一想，也不会看见他自己，他想是真正给那个人一点气力，这是不是还是有功效？就这么样观察，或者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做这个。他知不知道纸上所说的都是空谈？他知不知道？嗯，不要说书上，我现在说，我可以说，我现在在这一坐，我就到了天上去了，我就做玉皇大帝，天上的一些个天王啊，都向我叩头，你信不信这个？他不。不会全是书，那个书生他怎么就一定要相信他？国庆，你想怎么样？我答复他的问题，你想有没有点道理？那个说的很清楚，说尽信书才不如无书，无一五成，取二三彻而已。你又手忙脚乱了啊。那个说，你如果要是完全相信这个书，就应该把那个书都烧了，它不应该有这个书了，因为这个书是很多人很多时候把人都弄迷了，弄得迷了。所以说尽信书才不入无书，你要完全信那个书上所说的，就没入没有书了。无一五成，这是孟子说的，说我于这个书经上啊，五成篇取二三册而已，我只取呀一篇两篇就够了。为什么呢？他说啊，如果你完全信的话，那个书经上说啊，说武王伐纣杀人那个血呀、啊、所杀的人那个血把这个铁杵都飘起来了，把这个铁杵啊，就委托菩萨拿那个杵啊，那是个铁的造的，这个血把这个铁杵都飘起来了。你想一想，要有多少人血可以飘起来那个铁杵？那个铁杵根本血不能飘起来的，啊，飘不起来的。你多少血，那个铁杵也是在底下，它不会起来的。那么他那个书上为什么要说血流飘杵呢？这就形容啊，就形容词，不可以相信他。五成呢是一个书的名字，五成篇，不是五千。In the book called 五成，那个就书经上有单单有那一品叫五成篇。书经不是诗经，是一两篇，就一两。这个书上啊所说的那个人呢，就像做戏的那个人呢，做导演似的。那个导演呢写这个书，叫人呢怎么样去做戏，怎么样去做戏。那个导演不一定会做戏，那个导演呢本人呢不一定会做，他只是写那个。写出来那个文章叫旁人去做，他自己要一做一定做得很不好看，好像啊，这个三藩市那个作家写那本神童的书啊，他说我在这儿不准三藩市地震，他只是那么说，究竟什么原因什么理由什么力量我能叫这个地不震，他不知道的。他相不相信这个？ You believe that? 我说这个人不一定知道我不准地震这种的原因，他相信不相信？至于说打坐这个地方说帮助旁人，你这个小孩子要是没有会坐着，他一定不会走的啊，他会坐着不一定会走，那么会走他不一定会跑，会跑他不一定会飞，但是他在坐着的时候他就说我会飞了啊，这是根本就是小孩子讲小孩子话啊，他自己要真能帮助人的话，
真能坐在那儿帮助其他人的，他不会说这个的，也不会写到书上的啊。他自己没有这个本事，这是就这么想，以这个想象力来写出什么东西来，那你就相信了，那真是你被他那个书牵着跑了，被他那个书啊牵着你跑了。follow the book work。 还有你看看现在很多的太空的电影现出来，很多的太空啊电影说是啊其他星球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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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出来这个些个电影，你说这些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他想问因为这样的我们西方又问学术关于佛学有没有一点点的真的在里头，就包括那个 Charles Luke 还有 Lama Windows 等等，还有那个 John Blofeld 在泰国那边，这是不是完全假的，会有一点真的？他们都比我真，那你就明白了。You understand that? 不懂。师父，我要求我就是提出问题的人，他声音大一点，有我们两个不懂英文的人听一听。他叫你再把他那个问题翻译给他们听听，大点声。还有那个果中果魁那个小孩子也是不懂英文。他本来说他看了一本书，书上说怎么样可以打坐，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在听着。他说他看一本书上说这个人可以打坐，在打坐的在这个坐的时候啊，就可以到啊苏联呐、俄国呀、到雪梨啊，就是这个澳洲啊、厄斯特雷利亚或者非洲啊，去帮助其他的众生，这有没有这个情形啊？他的意思是在这个没有开悟啊，就这么一做，就这么想去帮助人，这是不是可以的？是不是能办能这样的啊？他这个问题呀、啊、是这样，在就这么打坐没有开悟眼的时候是不可以的。我先方才没有解释这个开悟眼，因为我要等一等把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最后是告诉他这个。那么你要开了五眼，有真正定力了，能以呀、化身千万亿，就可以帮助其他的人了。你自己就这么想一想，不知道是能不能帮助，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你就是能知道去帮助人，这都要关因缘，不可以随便乱跑去呀、以为自己不用买这个飞机票就可以到其他的地方，不用买火车票，不用买轮船票，这个就是占这么大的便宜可以各处去旅行去，这不可以。那种幻想，哎，他那就是幻想。哎，我是还没有断气的死人。